太客气了，主要在家太实在了。吃完饭不行，你喝点以后叫李哥送你，这没事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真的不是客气，你都在这，怎么是一顿饭对吧？咱又不是说怎么着，一直都忙，刚从那也是，那时候刚来也是原来也是在这些，他们你看都聊天都挺熟的嘛，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出来的。在周村那边卖一切，周村那边卖，他卖的都便宜啊！哎呀，都没法过啊！要便宜还要好，你那不难为人吗？便宜还能要好，你让人怎么做呀？他主要卖的多土的。他不卖咱普通的小机器，今年国内的这个家具市场也不行了，有点淡。稍微谈一下，好，我用布给你擦一下，可能有点比同的还亮了，看得清晰点了，但材料有点不行了，有渣的，有渣，有渣了，这不是。